喜欢你我的脸，笑我忧伤呆呆的眼，感觉衣服就很好骗，被骗还会说谢谢。 那么晚了，你还在公司干嘛？我想要把内地的资料全部看完，我再下班啊。那么多资料，那要花很多时间。有志者事竟成。不错，我对你越来越有信心。你呢？怎么又回来？跟你一样啊，一大堆资料要看。看来总经理也不是这么好当的哦。当然啊，然后你认为呢？哎，你晚餐吃这个。 方便嘛？吃太多泡面对身体不好，你还是要找时间吃正常的餐。嗯，你呢？吃了没？没时间呢。还敢说我？你自己也要正常吃饭啊！肚子很饿了吧？我这边还有泡面，分你一碗。我也要吃泡面。当然啊。 这茵茵啊，有你的祝福呢，很可的病快就康复。<笑>我说什么啊，都比不上茵茵一句话。<笑>怎么最近比较少来，工作很忙吧？最近在开发新的线路，所以比较忙。哎，忙得好。你看我呢，我只要一闲下来啊，我就是浑身不对劲。<笑>你 uncle 他就是闲不住。Uncle，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想跟你谈一谈。好，我想跟信和去内地。你要去内地？哎，茵茵啊，其实呢，我能放心让信和去内地啊，也就是因为有你。有你在他身边呢，这信和做起事情来呢。 也比较得心应手，只是这旅行社这边也是需要你啊。Uncle，谢谢你这么看重我，可是我真的很想帮信和，我可以两边跑，我不会怕辛苦的。信和，你回来了。茵茵特地来看你爸。谢谢。信和。 那你们就聊聊吧，英已经等你好一会儿了。英，我送你回家。好啊，那 Uncle 沈怡，我先回去了。<笑>谢谢你来看我爸爸。 对我还这么见外，从小到大 ，uncle 一直都很疼我，我来看他也是应该的啊。
这几天一定累坏了吧？还可以。要是我能帮得上忙，那就好了。您帮我很多了，接下来还需要你更多的协助。我是心甘情愿的，只要你开口，我一定会陪着你。我知道，你对我的好。 我都不会忘的，可是你真的帮我太多了，我还不起。我不需要你还，我只要你……不好意思，我是高音。怎么了？香港团的住宿出了问题。 这次香港团订不到房间的事，幸好何真爱反应够快，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这个事情很突然的发生，可是这个可以带给大家怎么样的想法呢？你们知道到最后是谁帮我们订房间的吗？是何真爱之前的团员，是因为何真爱真心诚意地打动这位团员。 所以，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位团员呢，就无条件地帮忙。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何真爱立下了一个好榜样，希望各位同事可以好好跟他学习，怎么真心诚意地对待客户。向我学习，不用了，不用了，应该是我要向各位前辈学习才是，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如果没有之前的努力。 运气多好也没有用的，是因为你诚恳地对待客户，才会有这种结果。呀吼！耶！哇！太开心了！总经理夸奖我，总经理夸奖我，总经理夸奖我。 夸奖我，我得到称赞了，我得到肯定了。小明，只夸你两句，你就得意忘形啊？没有啦，只是真的觉得很有成就感嘛。别忘了，岛屿的工作要一日数遍，每分每秒要提高警觉，战战兢兢。 这样才能面对新的挑战。是，我知道了。不过你这次的危机处理得很好，还担心一个人带大陆团吗？不会，不会，不会。到底会还是不会？<笑>总经理，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这件事情困扰了我很久，我怎么想都想不通。你问吧。为什么你选择我当大陆团的领队啊？ 你认为呢？我认为，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导游。我不会看错人的，拿出你的勇气，我相信你可以的。加油！ 何真爱。 你一定要加油，千万不能辜负总经理对你的期望！呀呀呀！来来来，团员跟上哦！刚刚大家在里面所看到的文物啊。 1983年发现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之墓，是岭南地区现在规模最大而且唯一的汉代彩绘石绘室哦。重点是啊，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现在这个景点啊，已经列为全国文物的保护单位喽。
现在啊，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啊，是岭南第一楼，又称之为晋中楼，始建于明初，楼高17.5米，是几百年来堪称岭南第一啊。好，各位亲爱的团员，继续往下走，继续参观，来来来，往前走哦，小心阶梯哦。现在大家来到的这边所看到的，是我们广州现存最大最完整的一个明代宫殿式木构建筑之一的明代大殿。这边的建筑啊，具有中原建筑的端庄稳重，还有我们的岭南建筑的秀巧通透啊。那大家这边参观完之后呢，也可以到后面参观，后面呢有我们的仙人母鸡传说。仙人母鸡传说呢，是五仙在此飞升时所留下的脚印，所以广州由此而得名阳城跟遂城。大家可以陆续参观哦，慢慢参观没关系。哎，你带团还蛮有一套的嘛，看得出来有做功课哦。之前啊，我认为你才刚入行，导游资历实在太浅了，再加上你发生那些事情，让我对你真的很不放心。可是啊，这次跟你一起出来带团，发现你有可爱的地方哎。之前会发生那些事情，确实是我太任性了啦。老实说，这一次我带这一团，真的很紧张哎。我自己跟自己说啊，我一定要遵守导游规则。嗯。今天算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嗯，希望明天也可以顺顺利利的。哎，要顺利就得养足精神哦。哎，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该召集团员去饭店休息了。好。方轩，何导游，林少先生，你在找什么吗？没有没有，我出来看风景的，这里的风景很漂亮，你有事吗？哦，我在召集所有的团员回饭店了啦。这么快啊？对啊，今天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又玩了一下午，想说早一点让大家回去休息。你怎么啦？遇到什么问题吗？需要我帮你解决吗？没有没有，我没有问题，我这就回车上。来来来，团员，我们大家一起往前走，上车上车了，回饭店了，关好哦。不会脏的啦。哦，对了 ，Jenny， 我们团员里面有个叫严志豪的人，你有没有觉得他怪怪的？嗯，我觉得他的行为举止怪怪的，而且一路上啊，他都心不在焉啊，还到处张望，好像屁股跟椅子过不去一样，坐不住。怎么？你知道原因啊？我有问他啊，可是他没有跟我说，然后他就慌慌张张的跑掉了，让我觉得他好像有什么问题。嗯，以我的经验啊，不是好像，是肯定有问题。哎，你是领队啊，要好好看着他哦。你放心，我会随时随地注意他的，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嗯。喂，赶快去洗澡啦。好啦。
到广州的指标公园越秀公园。那不是志豪吗？没事一个人匆匆忙忙跑那么远干嘛？人呢？见到小雨。嗯，我终于可以见到你了。希望可以有你在。何导游。嗨。你是在跟踪我吗？我啊。是啊。那是因为你一路上都心不在焉的啊，好像不是来旅游的，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不是在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路上都是在找方轩。你好，你好。哦，原来他一路上坐不住，还到处看，就是在找你啊。你会参加这个旅行团，就是来会女朋友的吼。嗯，是啊，而且。还特地选了方轩的家乡来作为我们定情的地方。哇，好浪漫哦，好羡慕你们哦。Justino, good bra, Jebra, in your contagion, Akia bra. Ah, she said. Salut. Oi. 这个鲍鱼啊，搞死我了，真是。算你了，少爷，恭喜你了。哎，少爷，等一下，我接个电话。是我刘特助。哦，好。好，谢谢谢谢，我知道了。少爷，小迷雾安全抵达 ，safe。不行啦，这太胡闹了吧？哎，我已经宽容你跟他们一整天了耶。Janice，你就通融一下嘛，让方轩参加我们这一团啦，吼。何真爱，你不要忘了，你昨天才跟我讲说要好好遵守导游规则的。我没忘啊，可是志豪大老远的跑来会女朋友，我们就当作是给他们一个方便，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吗？吼，我们虽然是服务业，可是不是在解决别人恋爱问题的专家啊，你不要替自己惹无谓的麻烦好不好啊？你不敢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哎，严先生，我请你帮帮忙。方轩他单独一个人来找我，如果放了他不管，真的很危险，我真的很不放心。他既然有计划来找你，就应该会设想到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严先生，我请你体谅我们一下好不好？不要造成我们的困扰。可是我自己身上有钱，所有费用我自己承担。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原则。要是中途发生事情的话，谁要负责任？是你，你还是你啊？你说的口气能不能不要那么凶啊？哎，我纯粹是就事论事而已，严先生。那我跟他一起走可以吗？等一下，你要离开可以，但是要等到整个行程结束之后才可以走啊！你中途无故脱队，就是造成我们旅行社的困扰。哎，尤其你又是台湾人的身份，你会引起更大的麻烦，你知不知道啊？志豪，我们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了。那你有其他的方法吗？没关系啦，我们不要影响人家旅行团的行程。志豪，就算我不可以跟你一起走，我会在下个酒店等你的行程结束的。好啦，见到你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们就不用再为难人家旅行社了。好，那你要答应我，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Janice， 对不起，是我太感情用事了，不小心又给你找麻烦了。算了啦，反正在我的预想之中啦。可是依我看啊，他们的感情不会长久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啊？哎，远距离的恋爱哎，最不保险啦。而且我听过太多的例子，要修成正果啊，难哦。不会啊，我看他们爱得这么深，没有问题的啦。而且啊，在恋爱的世界里面，距离不是问题，彼此的心意跟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听起来你应该没有谈过恋爱吧？我跟你讲，现实爱情里啊，没有那么简单的。可是我相信真正的爱情可以胜过一切。拜托，你不要那么单纯好不好啊？我不是蠢啦，我是相信真爱。尤其是他们不在乎距离的远近，还一心一意的跑到这边来定情，真的是超级浪漫跟用心的啦。这样的爱情怎么可能不会长久？爱情有时候不是那么浪漫的，是带点残酷的。跟着我一起走，一起往前走。前面呢会有服务员，你就把行李呢全部交给他就可以了，他会帮我们整理。然后我要清点一下人数，因为我们准备要出发了哦。你自己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嗯，我知道了。倒是你不用担心我，来这里要好好玩哦。嗯，好，我会的。好，人数都到齐了，我们准备出发到下个景点吧。志豪。好，走吧。走，跟我在这。哎呀，等等等等，你们是台湾来的旅游团吗？对啊，深红旅行社。那你是领队吗？对，我是领队何真爱。你把我女儿藏哪儿去了？赶快交出来！不认识你女儿哎，而且我没有藏任何人啦。行了，你不要狡辩了，就是你们还有那个坏男人把我们家的方旋给带坏了，藏起来了。坏男人？你们是指严志豪吗？爷，你听，他们就是一伙的。Jenny， 对不起啊，可不可以麻烦你先把团员带上车？好，各位团员，我们走吧。谢谢。先别急嘛，我来跟你们解释。我想你们肯定是误会了，那个严志豪不是什么坏男人，他是你们女儿的男朋友。我不承认，我们家方轩根本就没有男朋友，是那个坏男人怂恿他离家出走的。对，离家出走。人有了伟大的梦想，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绝对不可因为一时的挫折就放弃追求梦想。怎么会是他？